家住在高昌庙镇西边安仁洞十五号。再磨蹭扣你工钱了。哦，好，来了。那个，你千万要来啊！高昌庙镇西边安仁洞十五号。快点！哎，好嘞，好嘞。你们现在所站的地方，是已经有近七十年历史的工业第一厂，中国第一批机床、第一炉钢，以及无烟火药、步枪、钢炮、铁甲炮舰，都使出于此。这里是中国海洋梦开始的地方。这一周的时间，我们都要待在这儿。放好行李，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一起到码头去熟一下情况。是。看见是远商吗？远商。下次可不能再来了。哎，邓宝，哎哥，快，水开了，好了。哎呀，哎，来，今天咱肉管够啊，行，在这吃。哎，袁生，这次回来就没待几天，一周左右。学校过来接收一批新的鱼雷艇。我也听不懂。对，邓宝跟你说四所的事儿啊，说了。那你们还打算继续当警察吗？现在东宝有这个打算，他现在是一边在码头搬货挣钱，一边呢往上面交了留用申请。这都快一个多月了，差不多了哥，咱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我主要是有点舍不得那身衣服，我留着那身衣服，他要是让我当什么户籍警、交通警，我都愿意。东宝就是执着。袁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几个人工作啊，你都想不到，我现在是出租车司机，这你知道。红发家酒楼生意不太景气，就关门了。那现在也挺好，在商场当售货员。所长调十六户分局食堂给人发饭，是挺好的，在那养老。程浩呢？
我不知道，也不见我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这少些，怎么说话呢？那臭小子也挺好的，和我一样，在十六铺分局，不过我是在食堂打饭，他在刑警科。他去了冯广云的刑警科。啊！谁能想到哎，当初那么得罪那冯广云，哎，这冯科长还愿意收留他，他呢也愿意跟人屁股后面忙活。这小子啊，比我想象的中要聪明的多呀！还不是因为孟家的案子他立功了吗？你看你这话说的也没错，他不把那个凶手叫到租界了吗？那女督察员啊，一高兴说了好话了，哎，结果关键时候管用了。高升了，刑警科了，要不然我在食堂打饭，他到门口看大门去得。不说他，不说他。那个敏敏怎么还没来啊？敏敏姐还在训练班，我给她留字条了，快过来了吧，应该。等会儿，不着急，那再等等啊。谁有香菜谁要？我要。哎呦，说操操操操到。我今天去学车又没学会，差点被赶出来。我刚看见弄堂门口停了辆吉普车，那是谁的？我要是有那么辆车，我就天天练，天天练，我就。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向警官又回来了。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回的上海？今天刚到。不是，这别傻站着了，就等你呢，快来坐下，快点坐下，坐火炉边上暖了，坐火车旁边暖和。行了，人都到齐了，咱就开吃吧。来吧，来，都快啊！来，先喝一个。哎，小玉，这是给你带的自饭团，上回你说爱吃，谢谢你，敏姐。敏敏，向警官这次是跟着学校部队一起回来的，要开船回南京。哎，那军舰。哦，军舰。对，军舰，我又忘了。我听他们说，你打算重新考警察。就是有点累。啊。还行，你呢？你在上海待多久啊？哦，我明白了，一周左右。我还是第一次看你穿军装，确实蛮帅气的。谢谢。行了，你俩别聊了，肉都熟了，吃完肉一会儿聊。来，着急，等会儿。来，先端一个，来干一个啊，来干一个，干一个，难得聚这么齐呀。嗯。哎，饿死我了，来，快吃。快吃，敏敏，多吃点肉啊。又干了，你肠胃得倒点，你老喝那么快干什么？嗯，好吃。这都是我自己冲的。王队长，今天回去写个记录。什么时候的呀？明天一早。快点，就等你了。这种歪门邪道进来的，就不能让他闲着。哎哥，这厕所都没了，他小子凭什么还能来我们这里？谁知道呢？脸皮厚呗。估计啊，没少送礼吧？别废话，喝酒去，冻死我了。走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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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办事所没咱干民政事，这后来加上去的。后来？多后来？就咱们去那个失踪的记者家之后。哎，而且你发现了吗？所长和队长没去。哎，撤所之后就留职了。咱们去了的，回来就撤职了。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嗯。哎，个屁呀！是，告诉你们啊，这次改制人员去留都是有规定的啊。像我们所长还有队长这个级别，没犯重大错误就一律留用。别疑神疑鬼的，走走走了。反正我就觉得奇怪。哎，小象，这你的车吧？啊，对，我跟驻地申请了一辆车，可以送你们回去。有车坐，感情。哎，所长，不是说好一起走的吗？你这什么时候？走。行，你把敏敏送回去就行。别拉我，你们一起。一起不了，我们洗澡去。我送你回去吧。那麻烦你了。不客气。你现在还每天都去女警训练班？嗯。我记得你之前就是女警训练班毕业的。但是之前学的稀里糊涂的，好像什么都没学会。我想重新再学一次。以后还打算接着当警察？还没想那么远。现在就想什么都多学一点。在四所待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其实自己什么都不会。现在多学习，以后总是能用得上的。恭喜你啊。恭喜什么？我离开上海前，你跟我说你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恭喜你，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一步。你也是啊，说不定下次再见面，我就要叫你化针见长了。之前我在火车站跟你打过电话，我说我们可以写信，我也告诉你我确实没有给你写信。你走之后，我就去了女警训练班，每天都要上课实操练习，好多东西都是以前没学过的，手枪射击、开车，不花时间根本学不会。回家后，我还要帮爸爸打理照相铺子。我光交学费不挣钱，家里光靠爸爸一个人不行。我实在没有时间想别的。我猜你也一样吧。
你应该比我还要忙。你想说什么？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每天都很充实。假期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吧。两个多月的时间，你往前迈了一大步。你不也是吗？我们都在往前继续走。虽然四所没了，好在大家经常见面。在东宝家的时候，他们就老说，要是你也能在就好了。能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不容易。我们现在算好朋友吗？不算吗？我估计我这辈子也只能认识你这么一个有权有势的朋友。要是你觉得只是普通朋友，我也接受。嗯，你说算就算吧。你好，请问您怎么了？罗警官，还记得我吗？之前我们在警察所见过面。我想起来了，您是彭太太，之前您来四所报过案，怎么了？啊，您放心。他之前也是四所的警员。彭太太，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胃疼得厉害，刚从医院出来。这就是我家，这样吧，您跟我一起进屋。不了，我就不进去了，我不能进去。刚才我就没敢去敲你们家门，怕给你们惹麻烦。是出什么事了吗？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了。之前我去过四所找你们，但是四所关门了。我是逃出来的，有人要抓我。谁要抓你？我也想知道。我丈夫失踪以后，我就一直躲在客栈里。今天实在是胃疼的厉害，我就去了广慈医院，但是我也没敢久留。我刚从医院出来，就有一辆货车冲出来要撞我，还好我躲开了，我是跳上电车才逃脱的。那辆车一直追我到这附近。那辆车上都是些什么人？
我不知道，我丈夫失踪之前，那辆货车就好几次停在我家附近，也是没有挂牌的。只是当时我根本没有在意。你住客栈的事儿，还有其他人知道吗？应该没有人知道吧。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去过几次医院，他们才找到我的？这件事跟我丈夫失踪有关系吗？请离开这儿。车开到小路，我从小路背着吴奈奈回去，他们应该想不到我会原路返回。县警官，我还有个办法。什么办法？我穿着彭太的衣服，把他们引开。你不要说话了。请出示一下证件。电影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学员华珍。病人是你的亲属？对。费用怎么结算？都记在我的名下。好。先生，您的证件。谢谢。去看看彭太太吧。医生说彭太太没什么大事儿，昏迷只是因为受了惊吓，过度虚弱，安静休息就行。那些人真的进不来吗？这是造船所的附属医院，来看病的都是内部职员，门口也有24小时的警卫站岗，这已经是我想到最安全的地方了。那彭太太没事，我就走了。你大晚上去哪儿？我回家了。跟我过来。
医院病人不多，刚好还有多余的病房，我就申请让你在这住一晚。你是担心楼下车还在，我现在回去不安全。我是担心彭太太醒了没有人照顾。那倒也是，我在这留着最合适。我先走了，记得锁门。彭太太报案后，你查过这个案子？对，我带着四所的警员一起去过彭记者家门口调查情况，不过队长跟我说叫我别管了。陈浩让你别管了？他说他会调查的。搜索撤了之后，他被调去十六铺分局，我也就没有打听过这件事。怎么了？没事，早点休息。妈，哥哥在家吗？他不在，你哥哥去上海出公差了。他来上海啊？什么时候？昨天应该就到了。他没有联系你吗？我没事了，妈。有一个姓彭的记者啊，找不到了，跟我一个好朋友啊，算是亲戚关系，现在不少人都在到处找他。听说啊，这件事情是在你以前待过的警察所立的案，所以托我问问。发现那辆货车的。自从彭大大来报案后，我就一直在暗中跟着他，看看有没有人来找他麻烦。今天他又去广慈医院看胃病，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辆无牌照货车等在门口。我怀疑那辆货车是冯广明在外面养的行动队。之前我跟向远生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一辆无牌货车，样式跟今晚的一样。如果这真是冯广云在外面专门下黑手的行动队，那彭记者失踪肯定跟这辆车有关。这是开到哪条路消失的？富华路，他拐了一个弯，我跟了上去，车就不见了。我怀疑他开进附近的院子里，我在路口看见一个加油站，但当时已经关门了，现在只能通过这个加油站来打听附近来加油的货车。好，加油站我来查，希望能通过这辆车找到彭记者。我查了十六铺分局的看守所，也查了从分局转去提篮桥监狱的犯人，都没有彭记者。现在除了一声逮捕令，没有任何的审讯记录。有没有一种可能，彭记者已经遇害了？我也想过，但是从今天晚上的事情来看，我们还有一线生机。他们之所以会去找彭太太，那是因为没有从彭记者身上找到他们想要的秘密或者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彭记者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灭口，而是秘密关押，直到他们找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彭太太接到安全的地方。我之前跟着邓先生进过江南造船所，里面能留宿外人的除了招待所就是附属医院。对，招待所需要介绍信。既然彭太太会因为胃病去医院，那向远生把她安顿在医院的可能性就更大。我会马上通过组织委托电力局的同志去办这件事情。平日里每周三都会去造船所轮电工作所检修，也就是后天他就能把彭太太救出来。邓先生之前给过我一张江南造船所的急工证，如果刚才说的办法行不通，就换我去。不到迫不得已，你不能出面。虽然我从工农局把你弄到刑警科，但是冯广明不可能信任你。你现在要避免冒险，
怎么回事？冯哥，那女人躲进了江南造船所，门口有海军守着，我们进不去了。躲哪儿？江南造船所。他半路上辆军用吉普车，我们一直在后边跟着，最后看见他开进了造船所。海军警卫就让他们进去了？是。冯哥，我们是不是得罪军方的人了？吉普车上什么人你看见了吗？没看清长相，从远处看是一男一女。他们也看见你们了？隔得很远，应该没看清。再说了，我们也没有挂车牌，应该查不到的。这两天没有我的通知，别动车了。那个女人的事你也别管了。不是，那咱不能跟处理那个记者一样，先让警察把他抓起来，然后再让他遵命。让谁？警察。我养你们就是为了干这些见不得光的事儿。你办事的时候要能稍微带点脑子。现在记者老婆人就已经在这儿了。我错了，峰哥。还警察？这事儿还得我自己亲自来。大家都听一下，我的线人发现仓库凶杀案的从犯躲进了江南造船所，跟我出大任务。是是。科长，陈浩也去吗？怎么着啊？留他一个人在这自由自在啊？都利索点。王警官，嫌疑人是男是女啊？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抓人啊？要你去就去。哪儿这么多废话呢？姑娘娘好啊！这些怎么这么多警察呀？是啊，有热闹瞧。什么事儿？我们是十六铺分局刑侦科的，我们怀疑有一名疑犯躲到造船所里，需要进行搜查，是搜查令。什么疑犯？这个不方便透露。这是海军重地，如果要进行搜捕，必须和警卫处进行交涉。科长，海军重地，不让南进。你先去。行，走吧。电话接我去。时间在分局辛苦了。这样，今天给你个机会，去跟你老搭档叙叙旧。我那也好久没见了，没什么可聊。所以让你叙旧嘛。你们之前在四所关系这么好，你跟他说一声，让他跟警卫说一下，我们着急进去，没时间跟警卫处交涉了。科长，他这人我了解，他不一定能给我这面子。我一直都看好你。之前你不是还问过案子吗？我知道你想加入刑警科，咱是不是得做出点成绩？好。
站住！少尉，好久不见，唱上军装差点没认出来。什么时候回的上海？刚来。你来造船所执行任务。我也是。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说一名逃犯进了造船所，想进去看一看。警卫刚刚也说得很清楚了，造船所毕竟不是军队，应该没那么严格吧，能不能通融一下，不要通过警卫处。虽然不是军队，但造船所涉及军事机密，更何况这几天有特殊任务，就算跟警卫处报备也不可能放心。冯科长派我过来交涉的，能不能通融一下？那我就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方便你回去交差。我来造船所是为了执行接收任务的，任务期间造船所不可能冒着泄露军事机密的风险放几个不相干的警察进来，所以在我们执行完任务离开之前，你们就只能在外面等着。科长，上神居然是少尉了，他说他们有他们的规矩。小队，接到组织的消息，明天中午谭诗远会在一品巷接待贵客，不排除就是照片上第三个人，你要想办法前去调查一下。左边这个人没有正脸，他唯一的特征就是手臂，我专门去把他手臂上这个细节放大了。这个人手臂上的疤很像个英文字母的 Y。 我查过谭诗远身边所有来往密切的人，实在查不到这个人，但是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失踪案有关，所以你在冯广玉身边要留心这个人。记住了。最近在分局还好吗？还行，虽然没有做过地下工作，但好歹当了五年的警察，警惕性还是有的。得要有分寸，如果冯广玉有意要针对你，你也不能太隐忍，因为以你以前的性格，如果太隐忍，他会觉得你另有所图。放心，我会扮演好相好，分寸我自己掌握。还记得遇见的法语怎么说吗？啊，遇见 ，rencontre。rencontre。你知道这一次为什么上级不安排你去接彭太太吗？因为你和向远生的遇见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东西交到你手上，希望你永远用不上。他现在肯定以为我在替冯广云做事情。不管是思索还是他，牵扯的越少越好。
咱们谭副局长是在跟什么长官吃饭呢？长官们的事情我哪里晓得？听说好像是南京来的。这饭局这么高级的吗？站好了，两人一组巡逻，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监察到，赶紧。是。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敬华秘书一杯。哎，干杯！华秘书，华秘书可是大忙人啊！是啊，是啊，是啊！哎，行了。华秘书从南京来，受此劳顿辛苦了。这是夏远生的哥哥，华秘书，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幸会，队长。华先生，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左边这个背影，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的失踪案有关。别怕，也不会太差。